假使他说我是 anti-Islam， 他是大错特错，而且我也叫我的律师来研究哈迪的这个言论是否有诽谤的这个情况。我不是反对回教，那立场有任何人准备跟我合作，因为我们就马来西亚不要成为一个接壤当道的国家，是个每个爱国每个对马来西亚效忠爱国的应有的责任。